欢迎收看《幸福按个赞》，快乐希望永相伴。大家好，我是昌邦。苓雅区的人口老化严重，高雄市基督教青年会发挥爱和服务的精神，投入长期照顾的行列，成立社区关怀据点和西极巷弄长照站。那么也结合了社区的志工力量，提供多元丰富的课程来延缓长辈老化。所以在节目当中呢，就请到三位来宾来一起做分享。首先为您介绍是高雄市基督教青年会的副理事长吴文德副理事长，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我是吴文德。欢迎。那么第二位是执行干事蔡政府，执行干事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你好，我是蔡政府。好，欢迎。那么第三位呢是英明社区关怀站的长辈郭秀菊，郭阿嬷你好。主持人好，观众好，我是郭秀菊。好，欢迎三位来到节目当中。那在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段 VCR， 就是职能治疗师到社区关怀站来照顾长辈，提供长辈一些活动。我们来看这一段 VCR。投影萤幕上两张看似差不多的图片，里面的物品有的少一个，有的位置不一样或颜色不同。长辈们认真的瞪大眼睛，指出两张照片的不同之处。有五只，嗨，那少了哪一只啦？还有放在外面的位置啦，还有颠倒的放置啦，叫他们提示就很好找。啊，你要自己看呐、因为有的时候看不清楚。还是要需要大家的帮忙。接着难度更高，要在四张几乎相同的图片中找出其中一个不同图形的号码牌。另外模拟家中二三十样的物品，在短暂的描述中选出指定的物品，考验长辈的视觉辨识能力和记忆力。啊，一看就知道了，记得，对，记得，所以你都不会忘记说家里的东西在哪里。对对，你家电冰箱在哪里？我知道了，在厨房啊。什么角落？左边右边？在左边。你的鞋子放哪里？鞋柜啊。上面还是下面？第几层？不一定啊，有空的可换啊。视觉认知能力有好几种，在将近三个月的课程中，圣公医院通过长照 2.0 计划中的延缓失能照护方案，请来职能治疗师到 C 级的社区据点，从游戏中开发视觉认知能力，并且运用在日常生活中。然后今天主要是着重在视知觉搜寻，然后或者是视知觉的区别，然后这些又透过游戏还有互动的方式让他们去就是玩。生活上的帮助嘛，第一个反应速度变快，那他们在生活上处理各种就是临时的状况的时候，那一定是可以提升他们的应变的能力的。我们借由这样的一个介入到后侧之后，我们可以发现说，其实他的情绪以及说他的购物能力、外出能力，都会有明显的改善。长辈常常抱怨记忆力减退，忘记东西放在哪里，或者看错东西的数量和颜色而懊恼不已。而透过视觉的训练和刺激，增强长辈的观察和记忆力，在生活上不会造成困扰，活得更有尊严。YMCA 英明据点，好，我们看 VCR 里面哦，这个借由这个职能治疗师带来这些活动，让长辈呢可以看图来说故事，而且来想一下自己的家里的东西放在哪里，从视觉里面来增强这个记忆力，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活动效果。好，所以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看哦，这个英明社区关怀站呢，其实背后组成的单位呢，就是我们高雄市基督教青年会。所以我们想先请我们副理事长来帮我们说明一下这个基督教青年会哦，这个成立的过程当中，它的组织啊。以及宗旨是什么呢？基督教青年会它是属于国际性的一个组织，是在英国1844年有一个年轻人叫 George Whedon 他本来是在农村长大的在16岁的时候呢，他就离开了这个农村，到工商的这个城市里由于城市的这个生活非常的紧张，工作压力又大有一些年轻人就涉足了一些不良场所在一个偶然的之间呢，他在基督教的一个教会里面听到一个布道会，这个布道会里面讲到，你的信仰要跟你的生活呢连接在一起，他看了一些布道家的一些书本呢，他觉得呢，他们现年轻人的这种生活应该要改造，所以他集合了12个人呢，就创立了这个基督教的青年会。很快呢，就受到一个国际性的一个重视，尤其是在1851年呢，我们有一个万国的博览会呢，在英国举行，他们就透过这个万国博览会呢，向来宾介绍，4年之后呢，
在1855年呢，在法国巴黎举行，也是这样借着这个博览会呢，很快的在加拿大跟美国地区呢，都有一个基督教的一个青年会的成立。那全世界现在有120几个国家呢，已经有加入这个组织，这个会员呢大概是有4500万人。是啊，我们台湾呢，高雄呢是在民国52年成立这个高雄基督教青年会。哇，对，所以基督教青年会的这个服务范围相当的广泛哦，特别也针对了长照的部分，针对长辈的部分，所以我们请执行干事可不可以来提一下，就是是不是也看到苓雅区的这个人口的老化比较越来越严重，所以才会提供这方面的服务呢？是，其实，在苓雅区的人口有17万，那老人的人口大概在3万左右，那占比例17:8，其实已经是在世界卫生组织里面是一个高龄社会的一个标准的，已经超过了。虽然我们不是高雄市里面老化最严重的社区啊，不过其实每一年的老人的这个比例已经是渐渐在提升了，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一个点。另外，我们因为我们是世界组织，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国际交流，其实有一些国家的先进国家，他们都已经在投入，早就已经投入这个高龄的活动服务的活动啊，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其实很早就开始在准备这个高龄活动。然后我们迁到移民会馆的时候，因为我们移民会馆是我们第一个会馆，我们自己拥有的第一个会馆，所以我们到移民会馆的时候，因为旁边都有公园啊市场，然后我们看到公园市场有很多长辈啊，其实都是在那边聊天或者是买菜，我们就觉得说我们有这么好的设施，我们这么好的设备，我们应该可以提供很好的学习的场所或者是一个服务的地方，让这些长辈他们在迈入老年的时候，他不只是只有能够做这件事情，他还可以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去运用。这样青年会有提供成立的这个关怀站，还有 C 级的巷弄长照据点。对，这个成立的时间，然后说的这个长辈数啊，跟长辈的身心状况怎么样？其实我们关怀站跟长照 C 据点，它是两个，其实像雷同，可是它不太一样。像我们关怀站的部分，我们主要来参与的这些长辈都是比较健康的，行动比较自如的。对对对，然后我们这些长辈来之后，我们会依照他们的需求，以他们的角度来开发一些课程。那我们每个礼拜一个礼拜五早上开始到中午，我们都提供他吃饭、用餐这样子，然后中间过程安排一些课程，例如说桌游啊，或者是一些才艺课程、唱歌，一些老人很喜欢唱歌。是，对，然后我们还会办一些讲座，让老人能够提升他们知识。对对对，那西吉长照站它就比较不一样，它其实是已经收来的长辈，它其实大部分已经是有一点衰落的状态，稍微开始进入衰落的状态，所以我们的收的人数就比较少，大概6到8位，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都会去做这个的服务。那其实服务内容都差不多，不过我们还会增加一些，例如说预防跌倒，然后口腔保健啊，然后比较符合这样子的长辈，然后主要也是预防他们，延缓他们的失能。执行干事里面有特别提到，就是关怀站是比较健康的，对。那 C 级的话呢，可能就是有一些身体状况功能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对对对。那我知道说这个长照2.0里面还有所谓的 A、B、C 嘛，是。所以你们 C 级就是加入 A 级的这个圣公医院，对。那 C 级的部分跟 B 级跟还有 A 级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互动呢？其实它 A、B、C 级的区分就是依照长辈他的状况来去做定义，所以有时候可能我们接触到的长辈，他的状况可能在 C 级的单位没有办法服务他，我们就把他转嫁到 B 级，它是一个资源网络的一个概念。那所以在这个关怀站跟C 级巷弄长照站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有没有申请到一些特别的一些案子来做一些课程上面的训练？像我们刚刚 VCR 里面就是圣公医院有请到一些职能治疗师到关怀站来做一些活动，可不可以来提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我们有申请一个卫福部的高龄者健康促进的活动。那这个高龄者健康促进活动其实缘由是从我们，因为我们 YMCA 跟国际都有交流，所以这一套系统我们是从大阪的 YMCA 那边学来的。然后我们利用这样子的一个系统来去给长辈一些高龄的健康的观念，然后带动他们一些坐着的一些操啊，然后让他们能够比较敏锐、比较敏捷一点，提升他们的脑部的运动。对，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也有跟卫生局合作，它有一个社区营造的系统。
对啊，我们也是，其实我们大部分都是带着这个高龄者健康促进的活动，我们到高雄市各个地区，甚至最远可能到旗津，到旗山，对，然后我们还有到纳马夏，我们都是做这样子的一套高龄者健康促进的系统，主要都是在服务这些长辈这样子。哦，对对对，是为什么会带到这么广的一个范围，而不是只有集中在苓雅这个部分？其实，年龄老化的程度已经很严重，现在其实已经越来越多地方是需要这样子的一个系统来去服务这些老人，所以我们才会不只做苓雅区，然后这些方案也希望我们踏遍整个高雄市，所以我们其实高雄市大大小小的社区我们都会跑。是，那接下来我们把焦点来放到这个郭阿嬷这边哦。好，郭阿嬷，你是什么时候来参加我们这个是社区关怀站的这个活动，对不对？哦，那什么时候来参加的？那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呢？也是朋友带我来的。哦，朋友鼓励你过来的。对 对。大概多久了？来这边活动三四年有了吧？有四年了。嗯。哦，是。那都上什么课程？我好像说有一些比较静态的课程，尤其是我们桌上有展示郭阿嬷的一些作品，来帮我们讲一下这个课程啊。静态的课程手工艺怎么做的？像这个有很棒的这个派对帽，是不是？派对帽，这个是也是老师教的啊。嗯。怎么做？用一张纸。把它剪一个圆圆就卷起来了。哦，就红色的纸。然后把那个袋子就装一装就好了。啊，这个蓝白的袋子，给它装上去，粘上去。对，粘上去。这个红帽子旁边还有东西，这个圣诞树啊，还有红点点，这也都是你做的哈。对对对，是我们自己剪自己做的。啊，所以在派对的时候啊，就可以戴着帽子，或者表演的时候也有，对不对？对。好，那旁边还有一个这个万花筒。万花筒。嘿，这个怎么做啊？万花筒也是。一张纸啊，里边装那个玻璃，三片玻璃。哦，三片玻璃。啊，里边装东西，做起来的。嗯。所以在看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好几种对花。哎，这个好像应该是小朋友就可能就有来做过。阿嬷小的时候有做过吗？有。也有做过。对。所以一边做也可以一边回想小的时候做的过程。对 对, 对。嗯，好。那还有呢，这边好像有些是纸黏土的作品。纸黏土。对。哎，这个第一个作品是什么？纸黏土的这个。这个是熊熊吧，对不对？对，大吉大利的。对，然后放一些吉祥的一些字在上面。对，你我带回家会挂在哪里呢？没有，没有挂，给它排在那个桌子上而已。可能放在这个化妆台上面。没有，在前面的桌子上。是，那平常都可以看看，哎，原来这些。对，可以看看，可以回想我们自己做的。嗯，那还有呢，好像有一个很大的那个珠珠项链哟。对。那是什么？那个也是十年。也是土嘛，哦，也是纸黏土做的。我们是在跳舞，挂在那个脖子上的。哦，很棒的一个珠珠项链哦。好啊，旁边这边还有一个网子的东西，里面很多网到一些鱼，是不是？对，那个我们也是挂在那个门的。啊，也是可以挂在门上面。哦，这个做的话手要很巧呢。那个鱼的一些，你会按照那个鱼的模型去捏吗？对呀。嗯。慢慢捏啊，好，慢慢把它捏成的。对，好，那这边还有一个玻璃的一些彩绘，是不是？哦，彩绘，那个可以当那个笔筒。哦，可以当笔筒。那怎么做？旁边除了这个透明的玻璃之外，还有一些花样。还有画画是我们自己画的。哦，画的是什么？不知道，乱画。哦，也是可爱的花朵啦，哈、哦，可能就用黑边，哈，把那个边先描起来，然后再把这个颜料。那个黑色图案是本来是有的，彩色是我们自己彩。哦，就按照喜欢的颜色，红的啊、黄的、绿的，好，把它涂上去啊，可以当一些笔筒，哦，好。那旁边还有一个这个灯笼，是不是？灯笼，对。哇，元宵节要提灯笼。对，我们也做一个很大的，灯笼就没有带过来，太大了。有一个大的灯笼啊，这是小的一个提灯，然后怎么做呢？好像都是用纸做的，都是用纸做的，用纸做的，把它这个上下两个叠起来，对，好，合起来，然后让它凸凸的，哦，下面还有这个须须，哦，然后再做一个棒子，对，啊，小的时候有提过灯笼吗？有，也有做灯，对，自己做的还是买的？都是自己做的比较多。那个时候，那时候我们是乡下人嘛，农村的小朋友都是自己做的，没有再买。用什么做？材料很重要。对，用纸。也是用纸。对。像一般的话会拿什么？那个奶粉的罐子啊。
有没有？很少。那时候也没有喝到奶粉。哎，有的还有乡下还用萝卜把萝卜挖空。没有。啊，也没有。我们都是大部分用纸做的。哦，大部分都是用纸，只是随手可得的一些材料啦。对。所以静态的课程相当丰富啊，还有动态的呢。动态阿嬷也有参加很多、哦。有很多、嗯。有什么？还有那个教会的诗歌、嗯哦哎、还有那个祭诞的那个成果展。啊、哦，诗歌还有成果展，还有七级相弄的，开幕，哎、嗯哦啊，还有那个街头艺人，街头、嗯、街头艺人，哇，都是一些户外的表演、嗯、哦。不是，嘿，我们是、嗯啊，还有那个老人去安养院的关怀老人，关怀老人，哦，是好，所以在课程的部分，是不是会有做一些律动啊，或者是身体的肢体的一些伸展？有，嗯、阿嬷有参加什么？有拉筋呢、啊嗯。哦，拉筋，嗯，还有那个有氧，那个也是有氧的哦。对，啊，对，我忘了先问过阿嬷，阿嬷你几岁了？我78岁了。78岁哦，哇，精神也是很好哦。没有，所以特别由我们这个青年会来请阿嬷来现身说法一下哦，参加关怀站的活动，可以让自己更年轻。对，那我觉得还有蛮特别的，就是关怀在这里面有一个这个水中有氧哦，水中的一些运动的课程，哎、嗯，阿嬷也有参加，有有啊、为什么想要参加这个水上运动的一些课程？因为我有一次到那个福建啊，有一个杨老师，我请教他、嗯，他说这个很好，我就去参加了。哦，嗯，就福建很对、比较好、哦，对那个膝盖比较好。哦，所以让、那就是报名参加了。嗯，是，所以我们之前也有采访过这样的一个水中的运动课程，在水中运动当然要穿泳衣啦。阿嬷会不会觉得穿泳衣有点有点？首先是不好意思啦。对对对对。对。但是克服了，对不对？对。哇，这个穿泳衣啊，那在水中活动都是在家穿好在那边上课，才脱起来、哦，没有在那边晃的。对对对，所以在水中的活动跟在陆地上，哦，因为重力的关系，而且水中还有一些浮力，所以运动起来会感觉比较轻松。对。然后在动的时候，就看自己要出好力，去挡掉这个水中的一些阻力。对。哦，可以比较不会造成一些运动的伤害，好、哦、像长辈有着关节不好啊、膝盖不好等等的，嗯，好，所以我们在课程的设计部分，其实也要安排一些老师啊，或者说我们关怀站或者长照站的一些设施的一些据点，可不可以请这执行干事来谈一下，就是我们带老师是怎么样来找寻的？好像一些非常热心的老师会特别针对长辈来设计课程，可不可以来提一下这些老师？其实我们今年会有做很多的一些施工活动，我们有健身房、所以其实我们老师也会从我们里面的原本就已经是一些活动律动的老师来去做搜寻、其实要成为带领长辈的老师，有一个很重要的要件，就是他语言能力要能够沟通、所谓的语言能力就是会晓讲台语，会晓讲台语，对 对, 對、所以不是说什么英文、日文啊，不是不是，要懂得阿嬷讲什么。对对对对对，闽南语大概是一个比较最基本的。对对 对, 對，因为有时候你如果讲中文，阿嬷听不，阿嬷袂亲呐，袂亲。阿德里就是第二个，就是我们老师一定要够活泼，亲和力的十足，也是跟阿嬷开杠啊，跟阿嬷一寡聊天说地，阿嬷会比较相信老师之后。老师要带什么活动，那当然长辈就愿意去做。是，对对对对，这是我们针对老师的部分。是，好，可不可以提一下里面其中有一个这个方姿桥老师？是，好、哦，他本来也是在幼教，是不是？对。然后为什么会想到来这个关怀站，变成是照顾长辈？他其实本来是我们的志工。哦。啊，他本来来这边参加一些活动之后，他觉得其实心里面有些感动，发现一些长辈。原本在家里可能都不太会讲话，或是不喜欢社交，然后发现觉得长辈好像来这边之后有了改变，啊，他也希望他能够来带领这些长辈。他其实在这边学了很多的才艺，也运用这些才艺，他自己也学很多。对对对，他自己学了之后再来去教给这些长辈，对，这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案例啊，一个特色。对啊，我觉得这样很好，自己有这个才能，自己也有这个心，对，然后也看到说自己可能年龄也会慢慢。
变大。哦，先早期来投入来照顾年纪更大的长辈，让自己也可以慢慢也可以延缓老化。对，哦，好。那另外还有比较年轻的也投入这样的一个长照的部分，就是我们的蔡孟儒老师，对，特别是教这个水上有氧运动的部分，可以来谈一谈。其实我们青年会在游泳教学这一块已经深入了二十几年。哦，啊，蔡孟儒老师他原本就是游泳教练。然后我们也因为这样子，我们跟台北 YMCA 那边有学到一个水中有氧的系统，对啊，所以他就开始来带领老人来做水中有氧。其实水中有氧很特别，它不是在游泳，它是利用水中的阻力去做一些运动，让这些长辈能够提升他的肌力耐力。然后再来就是水中的话，它比较安全，它不会比较不会跌倒啊，然后它有浮力，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这样，是对。所以因为我们蔡孟儒他其实在我们青年会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后他从小孩子的服务到青少年的服务，到现在他跑来到长辈的服务，也是我们的高建初的一个提示人的教官。对，他其实也是在这边在青年会学到的，然后再回馈给社区，回馈给长辈。哇，等于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服务。其实我们有时候讲说，年纪大了，就是老人小孩，其实有一些小朋友的一些个性，所以教长辈呢，带领长辈可能也是跟小朋友一样，也要鼓励他，赞美他，让他越做越好，不会觉得好像我都做不好，没有信心。对，所以这个部分其实老师在带领的部分，特别是听懂长辈在讲什么，有时候长辈抱怨一下啊，我们就让他听，让他讲，可是最后还是要来呼呼哎，安慰他一下，鼓励他继续做啊，其实做不好没有关系，是这样子一个方式。好，那除了说这个老师啊用心投入之外，其实在关怀站里面还有这个生活辅导员，他带领长辈活动，其实也要受训，也要受的一些训练的课程。好，那些这些志工是怎么样投入的呢？其实我们当然要给他们支持啊，所谓支持就是说因为我们全台湾各地都有 YMCA， 然后我们都有一些系统专业的课程，我们都会派他们去受训，让他们去对他们这些服务的职能技能上面有所提升，相对他们在服务上面就开始有比较有自信，也比较敢去做。不然有时候你可能心里面没有什么内容，你就不太敢服务，不太敢踏出去。其实志工部分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会亲力亲为的带着他们做，然后做一段时间之后，志工就知道，然后原来是应该可以这样子做，他就会跟着这样子做，然后慢慢的就能够来服务我们的长辈。是，可能就是提供一些训练的课程，让这些能够服务长辈的志工，也更有信心，然后在技能的部分、技巧的部分再做一个加强。是，其实社会局也有提供这样子一个生活辅导员的一个辅导的课程。对，是。好，那这一天的课程完成之后呢，其实也有提供中餐，对不对？对。哇，这个运动完呐，做手工做完，其实肚子也饿了。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是志工投入的，对，做一些料理啊，一些家常。是不是特别会挑选一些会做菜的志工来加入？当然，其实像我们端午节我们就有包肉粽我们也是会请这些长辈比较会拿手的或比较厉害的，他们来带着大家做。对，所以我们还是会看哪些长辈他，我们希望长辈来也看到他的优点，看到他的长处，我们希望能够运用长辈的优点长处来去做这些，带着大家做这些事情，等于说长辈可以利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交朋友。是，对，其实食衣住行这个民以食为天啊。其实有的时候长辈深藏不露有的时候觉得长辈觉得说，我这个也很拿手，我的腌菜啊，我的小菜啊，甚至在用餐的时候，他们也会自己带来，对不对？是。郭阿嬷呢？郭阿嬷对料理在不在行？不在行，但是很会吃，对不对？对。好，那我们关怀站的这个料理啊，你觉得印象中最深刻的一些菜色啊，或者说在料理的一些活动，印象中有什么？我们有一次那个什么，中秋节吧。中秋节。中秋节，我们都是一个人做一个菜。带来那边一起吃，对。好，带过来这样子，所以你带的是什么菜？我带了凉拌凉拌的菜，
哦，所以也是自己做的嘛，哈。对，我自己做的。对啊，所以就是鼓励大家哦，在一人一菜哦，带自己做的，或者说哎喜欢吃的去买也没有关系，当然自己做会更好。哦，大家来到这边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哦，所以来关怀站里面其实有很多丰富的课程，动静菜的哦一些伸展的课程，到最后再用餐哦这个丰富的课程。好，所以在节目最后，我们就请三位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好不好？来提一下我们这个基督教青年会提供的这些服务，还有长辈的一些感受。好，我们先从副理事长来提。哎，我们高雄基督教青年会虽然是基督教，但是呢，我们所有的事工呢，啊，对于非基督徒一定是全人类的服务。是，哎，尤其我们有一个宗旨，就是啊，会以一人乃益于人，就是我们要服务别人，不是要受服别人来服务我们。哦，对，如果有能力的话，其实多一些付出也是不错。是，嗯，好，那执行干事，哎，我觉得我们服务就是一个生命的改造，生命的工程。嗯，那我们能够改变一个人，就相对能够改变一个家庭。那相对我们的社区社会就会更幸福一点。嗯，对，是。妈妈呢，你觉得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学到什么？家小孩啊，或者说有没有说哎阿妈改变很多？有，嗯，哎，有哦，在那边还有可以交朋友，是跟那个大家一起很快乐吃饭，嗯，还有唱歌，是，哦，所以我觉得很快乐，就活得很快乐，所以越活越健康。对，哇，我们非常谢谢我们基督教青年会在这个长照二点里面所投入的一些服务的工作，希望长辈能都走出家里，然后来到跟这个人群活动，来关怀站里面来做一些课程，这样子会越来越健康。非常谢谢三位来宾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的分享。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幸福按个赞，我们下次再会。